Steam 正在举行十月新品节，许多游戏团队释出了限时体验版让大家游玩，其中有款国产游戏《女权主义 Fist》，有着独特的世界观和玩法，虽然是一般向，还是成功的吸引了绅士们的注意呢。游戏的故事设定在女性基因变异变得超级强壮有力，男性只能沦为社会底层的世界里，一群不想屈服于女性的男子汉创立了秘密组织努力修炼。我们要操作男主角权身狼参加最强格斗大会，打倒五个暴力邪恶的女主角。乍看之下会以为是格斗游戏，但其实是类似音乐节奏的玩法哦。基本上就是要配合节奏按方向键，抓准机会就能够挡住攻击，等到对方累了再快速的左右键连打暴揍一顿，打到一定血量时就会触发剧情，大家期待的战神表现这边就留给你自己来体验咯。充满色气的角色例会，全中文游戏配音，超级夸张舒压的剧情对白，想放空的时候就来女权主义 Fist 发泄一下。